兄弟们好，我是渣渣七。前面这一位是我的大姐，她从万象回来了。今天下午她说好久没有去抓过鱼了，所以带上了她那个潜水镜，还有带上我们的皮皮带。今天下午要去抓鱼。那们说吧，你俩说多说多话。都过来了。你不？快不得拜。不得拜，不会有晒。哦，哎，你没有喊说。哦。盖吧。盖了呢。压低点。厉害了。这边水道都这么高了。啊。今天哦，哇靠，这个有意思啊，兄弟们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那个是村长的老婆，也就是干大的妈妈，看到没有，在对面那个小房子里面。然后他是守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边有好多鸟，所以他们在这个稻田上面拴了很多这种铁皮，只要有鸟来了它就随时摇动啊，用来驱赶这些小鸟。薄饼酱，妈咪，怕什么了？难吗？哇，这么多，这个是金不带我的，你多欢迎吗？金得空。金带多欢迎你，在外面呢。哦，你看，第一网，你看这么多东西。不，这个螺丝，这个。有点空，你。虾。螃蟹。啊，所以说老这个生态是真的好啊。他们这个不怕蚂蟥吗？我们养嘎冰哇。哇，好多啊。小鱼小虾小河蟹，
螃蟹倒是很多啊，我多不多捏捏一个蜜。我你也在，你是来玩水的，皮皮带。带不带吧？哦，太深了，我捞一下吧。多啊！你这个就是武汉老毕一天请的演员。多那个不米，嗯，今天花不来多换花几不几套了，没不？第五季哦，什么价值呢？哎。就你们顶开，顶开，七八万。โอ้ยตะพันข้อมือกูบอกอย่าไปหุ่นแป๊ะฉันว่าคุณมีนี加了吗？加了摆了，皮巴拉摆不来，然后老没得摆。快快咩？哦，你来了。对你们不呢？我是不是啥不能？不是呀，不是。哦哦哦，关嘛你哦。这个在我们中国是能吃的。皮巴。你看。老挝人这种短屁股他们还不吃。好多关嘛你哦。你吧。哦。哦，好了。哦，见到对你，老挝人就是这种尖屁股的。皮皮啊，还个蹦你偷带了，你加多，快蹦，你少蹦，啊！
他还不好意思给我看。蜂蜜哇。慢点啊，快，走慢点。哎呀，妹娘，哦，这边也有人在抓，看一下人家收入怎么样。沙北的。打赖了吧，不弄你吧，哦，你加多，哦，这位大概是过来抓小鸟的，加带吧，哦，哦，他放了网。弄一弄，嗯，是一些小麻雀。皮皮蛋，嗯，有眼吗？这就是皮皮蛋今天的收获，这是大姐的。今年不掰了。啊，大蚂蟥咬人。哎，你看一下人家老挝人，一天天的要在地里面守着这些庄稼，不让被麻雀吃了。这跑来跑去也累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拜拜。